小朋友们，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向日葵。我们今天去体验什么职业呢？职业体验馆。哈哈，职业体验馆我来啦，快帮我投币吧。没问题，先把币子投进去。哪个职业最好玩呢？我们来体验一下医生。医生，哇，好神奇！帮妙妙换上装备吧。先穿上医生的白大褂，听诊器，体温计，我们出发。我是治病的医生，生病了记得来找我哦。第一位病人来了。你哪里不舒服呢？我受伤了。别担心，我来帮助你。鸭子宝宝在路过树枝的时候被划伤了，先清理一下伤口。先给伤口好好的清理一下。给伤口消消毒，用酒精消消毒，把伤口缝合起来吧。最后缝合一下。小朋友，走路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哦。小朋友知道了吗？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你好，你哪里犯错了吗？摔到腿了，别担心，我来帮助你。看来小松鼠的腿应该是骨折了，帮他治一治腿吧。快把伤到的骨头接好。要用纱布包一下哦。现在需要给它固定一下，用纱布将腿包好。小朋友，上下楼梯要慢慢走哦。小兔子，你怎么了？你好，你哪里不舒服呢？我受伤了。别担心，我来帮助你。看来小兔子跟小鸭子宝宝是一样的。先清理一下伤口，走路下次要小心哦。给伤口消消毒，把伤口缝合起来吧，马上就能给你治好了。小朋友，走路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哦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了。大家如果想要玩更多有趣的小游戏，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 FMT8 可乐姐姐。最后别忘了点赞还有订阅哦。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